兄弟们问我如何加非法二，一球成名的那个天赋树的点数，现在教程来了。主播喜欢用那个灵巧型的前锋，总评91，速度98，射门95，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，传球是53，盘带91，然后这是一个基础能力点数，在哪儿怎么设置呢？大家点一下属性，体能按照如图所示设置，防守不用加，盘带这么加，传球按照这样设置，射门按照图片这样设置，速度给加满，守门员不用加，这就是总评91的，然后速度型前锋灵巧型的，然后这个身高体重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调一调，微调。主播喜欢是极致速度灵活型的，然后这个手腕很好，大家可以试一下。160身高，60公斤。如果觉得矮的话，可以调成170或者180，按照自己的喜好可以调，在这边可以调168、170或者再调小，大家可以试一下，学会了吗？很简单。